券它每次量很多，但是呢就是一直都会有一些厂没有出去的，两千对，一开始的量不会，不会像我们现在出点很多，那边很多量是上市相关的，那但是就是会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，就是他们会一直会买，一直会买，那我就是现在有想就说，因为毕竟我们做那个目的地的事情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所以我们想要去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，就慢慢把那个，因为那一种的话，就是它要求的，就是我不像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以量计价，那反而你小量的话，它的价格方面没有那么大，因为它量大，它上线上。